我们也已经世界蛮出名的一个活动，所以为人称为台湾这一个很好的骄傲。所以我是希望就是大家关心这个活动，因为是台湾很多人能够了解，就是需要外国跟外国不断的来玩，也是我是希望家长。 培养小孩子艺术文化，变成成果一个重要的目标，所以到宜兰县就可以看到世界的民族文化都过来台湾宜兰县可以看得到了。所以另外 ，I want to welcome the artists。 Folklore groups from abroad and from Taiwan. Welcome to Taiwan, to Yilan County, and to have a nice day here. 谢谢我们的林神父 ，Father, please come here. Please, thank you. 我们的神父非常的贴心，他自己就准备了国语跟那个英文的版本。 我们立克林神父的国语版不容易听到，所以我们是不是再给我们的立克林神父一个掌声？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要邀请参与开幕的国内外团队代表。